停在红线的违规车辆进行举罚开单是警察的职责，不过现在警员开单前还要先看他的身份吗？会这么说不是没有原因，有警备队队长深夜在大安区发现违规车辆，拍下这张照片举发开红单，没想到却被议员办公室打到警局关切为什么要开单。通常我们处理事情呢，当民众打电话来我们就要帮他询问一下说为什么夜间在开单，那所以我们就是请教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误会。不认有施压，但警局第一时间却是先检讨自家人，难道是因为连任三届台北市议员的叶麟传现在是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常常跨区帮选民服务，曾经被平面媒体封为侨王，地位堪称是中山区的王金平，因此只要打电话了解状况，警方也不敢怠慢吗？就是这份公文上面写说收到议员办公室反映，明明也没有民众检举妨碍交通，但员警却开单引发执法争议，后面更点名执法的警备队长职务是领导统御，而不是到第一线去开单，因此要限制他领用纸本跟电子举发单，换句话说就是没收他执法的权利。执法不是天经地义吗？那如果以后是要叫员警，他们如果是主管就要视而不见吗？我们是要求所长啊，是做勤务的规划，所长他们如果认为他也愿意来开单啊，这个部分啊，我们也不会啊做强制的一个限制。警局转弯说，主管想开单也不是不可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力挺警方执法的权利，毕竟警察认真执法开单有错吗 ？TVBS 新闻王希朗、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